再一直滑下去。这个那个在那边是吃饭的。哎，那边你看呢？那边可以玩这个啊。嗯，我同学也玩。有吗？滑雪啊。同学。一样也来这边了。滑雪啊。就是这。啊，租那个用具啊。干嘛吗？这里干嘛吗？玩的去。为什么 noisy 啊？哦，六个人呢。六个人，对啊，哎，那边那个 parachute parasailing， 那边的爸爸呢？弟弟，你看呢？有人在那边走哎。那边有 parasailing， 要不滑不小心滑下掉到悬崖。那，哎呀，穿短袖还在走路，哦，不会冷。啊，滑翔衣在上面。什么？踢了？什么？踢到了？踢到什么？踢到东西啊！我的背，背下来很多啊。对啊，他是打算不要坐下去，一直滑下去。